2019台北时装周，以 Next Gen 下一站台北为主题，联合 Vogue 全球购物业与 Bella Vita 举办盛大的开幕式活动。今年台北时装周也将携手车坛尊荣品牌 Lexus 打造一连串精彩活动，包含了时尚快闪店、香皮市集、周末新秀舞台、Zoo Walk 整装街拍、国际时尚论坛、时尚派对等。时尚大秀更集结了8位台湾设计师与国际品牌，与超过100位以上的模特儿共同展演2020春夏服装，更有许多重量级嘉宾将一同参与。我是姐姐谢金燕，我要跟你们约定，10月12号我们在台北时装周 Vogue 全球购物夜不见不散。活动现场更邀请到金曲新人 OZ， 他也为本次活动打造了。安心亚也穿上本届 FNO 专属 T 恤亮丽登场，并且带来好消息，只有在时尚周期间，在香皮市集16个快闪店扫 QR Code， 就有机会与 Vogue 一起造访伦敦时装周。Bella Vita 一楼也将推出期间限定 Vogue Cafe， 设计师快闪店也会展示秋冬商品。看完大秀就能现场立即预购2020春夏新款。